2014中美电影节暨颁奖典礼于11月4日在美国好莱坞举行。中国著名影视演员马苏凭借在电影《心花怒放》中的精湛演技，荣获年度最佳女配角奖。电影《心花怒放》是宁浩导演的一部公路喜剧电影，讲述了在生活中遭遇了情感危机的耿浩，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。好基友好意为了帮助他摆脱痛苦，带着耿浩开始了一段非常搞笑的疯狂烈焰之旅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中国的演员，我叫马苏，是刚刚宁浩导演剧组的。对，我们这个片子叫《心花怒放》，一路心花怒放得了这么多的奖，真的特别感谢宁浩导演，感谢中美电影节，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你们。特别特别的激动，你看我的嘴都不好使了。这个奖杯真的很沉很沉，我相信它是一个有分量的一个认可。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扮演的这个角色，虽然它在里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但是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印象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也希望明年再有机会，再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下次希望再能拿到的是另外一个奖项吧。2014中美电影节，美国英龙传媒。